谢谢。今天我要跟一个粉丝去一日约会，特地买了束花，希望他能喜欢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藏起来。喂，喂。这是给你的花，可能都忘了给了。帮你别一下啊，就是我策划了一天的那个约会，然后咱们现在先去把你打扮得美美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帮你提一下吗？没事，这是什么呀？给你的。啊，我也有这个。你说的是哪一条视频？贼大，我其实是从看你有一个拍剧的那个视频，啊，那真的是帮助我快三年了。噔噔，漂亮吧？现在我们要去约会啊！学好了，难得学院第一课，主动的给女友夹菜，是吧？哦，等一下，小心烫啊！哎，小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想和我看日落吗？带你去好地方。走，公主上车，请坐，出发 ，Let's go。这里呢，就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全广州最美的看夕阳的地方。天哪，喜不喜欢？太美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，我要看。有没有日漫那位？哇！喂，好，我现在过来，我现在过来。She's different from others.